我想做掉他，他早死了。他的尸体呢，被我吃了吗？他死了吗？还没有。脖子伤了。 手脚都断了，都成麻花了。你还能说话吗？是什么攻击了你？他脖子伤了，但神经还没有完全损伤。我要固定他的脖子，给他治疗，然后你再问他。我们不能再深入了，我已经失去了三个人，是什么杀死他们，我都不知道。不要再说了。 我是老板，继续往里走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显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野兽。如果天黑了，我们会更加危险。有个人不是说越黑他看得越清楚吗？老板算术不都很好吗？你算一下，我们一共几个人？下次攻击，你中招的几率是多少？王老板。 这事情乌合之众，送他自身都难保，要不要先把尾款给我结一下？我考虑保护你。只要能解决问题，钱不是问题。 还是找不到卡洛斯。